前状况 OK 吗？可以吗？等一下电梯公司会做重新启动的部分，你们不用惊慌哈。隔着玻璃安抚民众情绪，因为电梯里有一对祖孙正受困其中。这一步对。故障的电梯暂停使用，工作人员引导其他游客搭乘其他电梯离开。消防人员在确认祖孙状况后，尝试将电梯重新启动。但几经尝试，还是无法将电梯门打开。好在电梯厂商随即赶到现场，以钥匙手动控制，顺利将人救出。小心一点，人先出来。事情就发生在29号上午10点多，有基隆地标之称的基隆塔，当时祖孙先到顶楼远眺风景后，想搭电梯前往4楼，没想到一进电梯没多久，就疑似遇上电梯故障，两人受困电梯内整整30分钟。一开门十点就进来了。我现在过两点过、惊着！我就恐怖的呀，我看担心不啦。没有，没哭啊。没有，好厉害。好在祖孙顺利脱困，无人受伤，小男童也没有因此受到惊吓，蹦蹦跳跳跟着阿嬷回家。但电梯为何突然故障，厂商还得检修理清。三立新闻林俊华基隆报道。